你要选取的回路的边，那你就选一下回路的边这一个，点一下，它会出现说呢，你要不要接受这个回路？不过这个回路哈，如果你看不清楚，你可以先选下一个，你会发现下一个之后呢，它就会出现这个面。那其实哦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主要就是说，因为你选的是这一条线。那其实所谓的回路就是说呢，它会去侦测这一条线呢，它所能够这个关系到的面有哪一个，所以你会发现它一定会关系到这个面，或者是什么上面这个面。它问你说你是这个面还是这个面？那现在这个面对吗？当然不对啊。那所以你要怎么样？再按下一个。其实第一个就可以了哈，第一个你就按接受对。那我只是要让各位知道说哦，它会有两个面让你选，你就选到这一个啊。不过这个其实看起来还是没有很明显，不过呢就是这一个了哈，就这个按一个接受。接受之后的话呢，表示已经选好了，再来按空白键。这个时候呢，它就帮我把回路做出来了。好，所以也是一样，你动作少一个或多一个都不对。那我怎么知道对面这边有没有？你按 Shift 键，再按中键，把它怎么样了？绕一下看一下有没有？这边有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把它转过来，这边也有对不对？好，绕回来。OK， 这样就表示呢 OK 没问题。那如果说要回到东南等角，也可以点这边一下，好，再回到东南等角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连集，然后呢圆角两个，圆角部分的话，这个是直接边嘛，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回路，多一个回路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要在这边要挖一个什么呢？挖先做那个薄壳好了。薄壳部分的话呢，前面我们也做很多了，不过薄壳常常上个礼拜发现呢，薄壳如果薄错，你不知道其实它已经薄壳了，你继续再做薄壳还是做不出来。那薄壳的流程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的话呢，你可以在实体编辑里面看到薄壳指令，点下去。接下来他问你一个 3D 实体，那一定我要做什么呢？这个一定要是连集过，所以这个我要把它点一下。接下来马上他问你就是先选一个实体，马上呢再选一个什么？选一个面。那面你不能乱点哦，一定要点正确。记得尽量就是选这个上面这个面，点一下。那你要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地方呢？它会出现什么？找到两个面，移除两个面，那表示怎么样？表示错了，应该只有一个面而已啊。可能上个礼拜同学就是直接就是在输入那个5，然后把它薄壳之后，发现上面居然没有。那其实主要原因是这样子，最好你可以把概念切换到 2D 线架构，因为如果说我在选面的时候有没有选实体没有问题哈。选 3D 实体，马上面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在用概念的时候，我很难知道后面有没有线。如果你不小心点了线的话，因为一条线一定会关系到